他走得很好，他已经非常安稳的开始了他的下一生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我想我妈。我知道，想她就更应该把自己照顾好，这样老妈才会放心。 你看看，你同学的女儿都要结婚了，你看看吧。倒不过，我们现在手上时间，不适合去参加这些喜庆宴会。我看，就请老王帮忙带个礼好了。也好。前几天，亲家母打电话来。 说要我们到南部去走走，散散心，觉得呢？我们现在重孝在身，去哪儿都不方便。说的也是。哎，我倒是想到寺庙去走走，去礼佛。 去看一看我们的法师。去寺院？不行啊！我听说带重孝的人不能进寺院的。谁这么说啊？坊间不都这么说吗？坊间说的能信吗？嗯。我们来看看撤建的心灵对话节目怎么说。嗯。 这应该是讹传，我想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，是任何时间啊都可以啊，说任何时间也不对了啊，比如说有些寺院它，比如说6点以后啊，那女众也不一定可以进来这样子啊，所以除了这个以外，基本上呢没有什么忌讳的，所以这应该是讹传，或者是说有些人他会把传统的一些思想跟佛法结合起来谈的啊，所以呢这个佛法没有这样规定，所以您要去寺院都可以的。 而且，其实，在这个时候，反而是更需要，就是到寺院得到一些心灵的提升啊、慰藉等等的。所以呢，更需要，因为有家人往生嘛，那你内心里面呢，可能有些还没有真正度过的话，那更可以到寺院。那么，礼拜三宝或是呢，请法师开始。所以呢，绝对不会因为家里有往生就不可以到寺院去，反而更需要。原来佛教并没有这些忌讳啊。 说带孝的人不能进寺院，是一般人把民间的传统思想跟佛法混在一起给误传了，是吗？寺院就是佛教接引众生的地方，当然是欢迎每一个人，尤其像我们这样亲人刚往生的，更希望能够到寺院去礼敬三宝，或者是向法师请意。唉，我看老婆。 我们就到寺院去走走吧。好啊，我倒是有个好主意。哦，我们给亲家母打电话，说我们要到南部去看他们，但是我们约的见面地点在佛光山或者是南海寺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会亲礼佛，哎呀，一举两得，太好了，我们就这么办。以善知识心灵对话。 提升了我们看事情的深度与广度，也提升了我们生命的高度。心灵对话节目，我们下次见。